日通街老桥庙连三家起起建，一度建都为转移家用，为都会展现彩体结清，拼动然冲起用共手，错不下就出期盼的日通街亲自放落排队发通，推出了气氛泡泡秀各部表演，还就会容家属带通跳俩条节目，现场台景设置都搞得动跳。初平方的气氛气泡秀，表演者用无相同的吐气喷出各种的气泡，撩到鲜艳的惊喜连连。还有高原地背的娱乐设施，也带本一段欢乐又刺激的感受。那边的溜滑梯，就冲下去很好玩，而且有很多泡泡。这边。就是很新奇啊，而且可以让小孩有多种解离家的活动，我觉得蛮好的。福林社麦克的歌舞演出，展现小朋友稚嫩活泼的热烈。由长治乡公所推出的儿童节亲子欢乐趴，已经上了上百个台人设置参加，为地方带动了闹热的气氛。本身二零二零发通，阿哩啊，个快乐也到啦，阿系咪继续下来拍啦。亲子活动，阿会做好来了，带动我们的地方闹热啦。可用加速带通跳，由三虎姐姐同海马哥哥带阮小朋友配合音乐旋律唱唱跳跳，将也从儿童节亲子欢乐趴的发力推上最高潮。客家新闻陈文廉频道报道。